哎呀，这个开局应该先往那边角落去的。那角落机子可能要开了，有可能是四台机的开局。啊，我就知道了。又要亮一台啊。又要亮一台，我操。妈的。直接前期没两台，但我是瘟疫无所谓。你让咱们是瘟疫呢？直接让他们人数减一啊，你喝水你就别干活了。这么稳啊，不交钢筋，我故意往地下吐，他不干啊。摆烂了。
刚才还修得很快呀、啊，突然就摆烂了啊、哦！游戏结束的太突然了。晚上好。齿轮针，工具箱，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有什么用呢？